好，介绍一下物联网插座。物联网插座呢，就是在插座上呢，我们先接110伏的电源，然后经由 USB 的转接头之后呢，接上 Webduino 开发板。那开发板的脚位呢，一个接 VCC， 一个接 D。另外呢，有一只讯号角呢是橘色的，是接在10号角。然后呢，我把我们要控制的插头插在另外一个插座上。那接下来就到官网去找第一个范例，点亮 LED 灯的，然后输入完 device ID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控制它了。好的，示范一下。好，关掉，打开，关掉。OK。